是这吗，宝贝？在省什么那么久啊？没办法，这健康食谱需要20多种谷物。好好好，你慢慢选。OK。爸爸，你看，我们买这好吗？我们这就回家试试吧。先帮你洗一洗。需要帮忙吗？妈咪。不必，先别进来。来，试一试。妈咪，味道怪怪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想自己心爱的家人吃得健康，难道真的那么困难吗？妈咪，其实可以很简单。22营养好谷粮，包含丰富的谷物和富含叶绿素的小麦草，给您多达22种好原料，简单冲泡，让您喝出健康每一天。宝贝，老公和爸爸妈妈要喝到全谷类的营养，就简单多了。味道好好喝。22种好原料都在里面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是22营养好谷粮呢？照顾家人的同时，也必须保持自己的健康，简单冲泡，把握更多的时间和女儿一起快乐成长。健康一天从好原料、好营养、好味道的22营养好谷粮开始。